but it doesn't matter us to be brands. Let me just find some grapes. Grapes. 葡萄，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吗？哦、oh, ，not your mean， 那就是我 ，I misunderstand 。Oh, so， 太好了。我已经挑好了，同学们，我已经挑好了。I finished. So many fruits here, and the vegetables so fresh. It's very convenient. I can buy some very fresh food around my house. 非常方便，方便。帮我称一下吧。So many.哎，你这成嘛了，兄弟？嗯。哦，好可爱！你帮阿姨称了是吧？馒头要不也来两个吧？两个就够吃了。小马，你吃过馒头吗？Have you eaten the 馒头馍？嗯，Chinese steam 就是中国的面包。Chinese steam bread. Let me show you.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的馒头。Can you see that? 啊，随便挑两个就行了。让他们吃过没有？127个学生。好多人呀。啊，是。举手跟我说话，但是有的同学比较害羞。都是不知道。帮阿姨拿两个。有一个助理是我的中国学生。啊。只有一个。太厉害了，姐。我要走了，同学们。没事，先放假了，有时间。平常没时间给他们看目标。我难过，你为什么难过？要走了。乌拉圭的学生，小男孩，他也是老师，他是中文老师，他在他们国家教墨西哥人中文。我的学生他们平均学历都是研究生，就很厉害，有北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厉害。以前在我们老板说你很厉害，小马是说你很厉害，知道吗？你不要难过，有啥难过的？没吃过馒头就难过吗？有时间来，他想来，秋看，挺香的。哦，他说你看，我难过，因为我不在中国，非常喜欢我们的国家。你一定会来的，等到那个疫情好了以后，明年可能后年就可以留学生什么。来，我请你吃饭。那我得请多少人呢？我可请不起你们，付价钱多少钱？45。等一下，我付一下钱。请不起他们，太多了人。没事，要不先拿着吧你。我就给你扫一下。扫一下，他那个不会断，没事。谢谢。OK， 好了，拜拜。慢点。啊，谢谢叔叔。哦，我的天，他叫你叔叔，他可不是叔叔。你能叫人家哥哥，你不能叫人家叔叔。他很年轻啊，他不是叔叔。just around the 23 or 24 ages, maybe. You can't say the uncle. Uncle is too old for him. 叫他叔叔，他老了，他很年轻的，年轻的老板。The boss is very young. 我天天在这买菜，所以我们很熟悉。We are very familiar. 你太可爱了。这样我每天早上锻炼完身体都可以去买菜，也做新鲜的菜给我的女儿吃。好重呀，我颠不动了，看。Too heavy. You're too heavy for me. Thank you.
My husband will be back after 2 weeks. I will let him do this kind of stuff. 等我丈夫回来，我让他做这些事情。我要，我就不想做这种事情。Cause I'm lazy. Okay, 小马 ，see you guys. See you. Bye bye. 小马再见。Talk you then. I open my lip screen hours later because I need to prepare my English less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my students, make the video for them. And then I should remember something because I have a test. Hello, 杨美丽 Welcome. 你是睡醒了吗 You wake up, 美丽 Just wake up, I guess.我猜你是睡醒了。You see, I bought lots of things. The fresh vegetables and fresh fruits. Oh, it's too heavy. It's too heavy. 买了很多新鲜的。再见，小马。Nice to talk with you, my friends.Too heavy. Oh my god. 天哪，我的天哪，你好。你好。哎，我颠不动了，太重了。我的手都疼了。哎。哎。太不容易，太辛苦了。没有力气啊。这个塑料袋纸特别勒手。颠着很累。而且没有力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现在是又和啊，其实今天出的汗很少，因为今天天气很凉爽，所以基本上没有出什么汗。嘿。嘿嘿嘿嘿！我每天都是早上锻炼身体，这是我的一种习惯，而且我想坚持跳绳，坚持。100天或者是一年，看看我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Hello， 我买菜了。Yes。买了很多新鲜的菜，我妈你帮我洗根黄瓜好不好？我还在直播，还买两个馒头，水果或者洗个桃子也行，行，软一点的有一个，我得充充电了，同学们快没电了，132个同学，好多呀，没电了，132个同学，好多呀。现在是早上8:30。咱们讲会儿课吧，一会儿我充充电。我充会儿电，然后咱们一会儿讲点课，好不好？我要去拿我的充电器。Thank you， 我得洗手。
要不先放在这块儿，这个比较行。嗯。你好吗？我很好。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柬埔寨。哇哦，上午7:42。你也是上午，我也是上午，今天是早上。Hello。我充一下电，我去洗洗手啊，刚从外面回来。我是没。一会儿我们要讲课 ，Thanks for follow。大家好 ，Lisa 你好 ，I'm from Colombia， 但是看你的信息写的是你来自于柬埔寨。桃子 ，Peach。太好吃了，好甜呐，超级好吃了吗？嗯，特别甜。对，我刚到家，我 I just take exercise， 刚锻炼完身体，我的运动服。换个衣服。你每天都会锻炼？是的，我每天都锻炼，每天早上 ，every day， every morning。I take exercise every day， 每天都锻炼身体，特别是早上。上午是锻炼身体，做有氧运动，像跳绳、跑步。晚上做肌肉训练 ，like yoga， 这种肌肉的。下午的时候 ，to keep fit。很厉害是吗？嗯，哎。没有邀请上我，哈哈，我写的啊，你再写一下试试，你再写，因为你是助理，对对对，助手，你再试一下 ，Alice， try again， 哈哈，嗯 ，Alice write this。Cool. 哈哈哈哈！
Bingo. Can we draw together? 早上八点三十七分。爱丽丝，我们试一下能不能一起画啊？我画一半，然后你看能不能补充另一半，还可以调颜色，你试一下。这太好玩了。我早上给你设了个助理，早上弄的。我给 Lisa 也设个助理吧。嗯，设助理的话就可以写字了。嗯 ，Lila， you can draw， you can draw with us， 我们一起画。这个是谁画的？这是 Alice 画的还是 Lila？ 太好玩了！我们可以一起画画。